干嘛？鸟在飞呀、啊！他们口罩戴了吧？他们的传播力比我们还强呢、啊！先解决这个问题啊！麻雀到处飞呀、啊！对，那我们小区都不出门了，整天闷在监狱里呀、啊！切，龙文杰，过去！这个要讲科学的嘛，要讲道理的嘛，这样搞有什么名堂呢？是谁在搞吗？你革命了，你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了？运动群众嘛，是切老王切什么目的嘛、没有矛盾制造矛盾，没有障碍甚至障碍，恐怖的这副样子，切老王，我心脏不好的，我撞了三几个支架了，切呼吸，我要吓死了，公园不开，商店不开，对不对？76年红太阳毛泽东死了都没这样，最多下半旗，切，我不要赌了，切，回去。97年，邓爷爷，人民的儿子死了也没这样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接下去还要断水、断电、断粮？走啊！我申请去监狱。切，回去赌特好了。我天天喝稀饭、下面条，我到里边去也不要下了，药没有，有人给我吃。我就彻底躺平了。切，全中国搞得怎么样？切，龙啊，切，过去堵车也好了，水进来好了。世界没有，宇宙没有，人都要疯掉了。来，切，我可没到。要跳楼了。切，忧郁症、自闭症，对吧？心梗、腔梗、脑梗，这死亡率多少？切，龙啊，切，人下来要吓死了，知道吧？切，活了60-70年，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景象。好了，还有没有人性？还有没有人道？还有没有人权？我心脏又不行了，我又要喘气了。又发脾气啊？发啥脾气了？切，太不像话！啊，现在是农村包围城市，在下面外面活动的。都是外来的啊，我们上海人都跟他关在监狱里了啊，以前不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啊，一会儿嘛知识越做越反动，想怎么搞就怎么搞，看我从来到呼吸，太不像话了，像龙啊，把我们当畜生，在国外对一个狗对一个猫都不能这样，我头脑也到过去，没有人性了嘛！好了，不要发脾气了，我刚刚又抓你。哎，要做核酸了，我们是公民，我们是公民吗？我们有半张选票吗？我们有半寸土地吗？